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。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什么是称义？到底称义是什么？因为这个词实在太专业了，太神学，到底什么是称义？所以我们直接来做一个比喻。可是在那之前，让我们来读圣经经文，请看罗马书三章23-24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白白的称义。你的称义是白白的，你可以白白的被神称义，你是义人。我们看下一个经文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所以你看哦，耶稣有没有复活？有，耶稣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哦。我等会告诉你到底称义是什么。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所以你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，你就称义了。你口里承认这一切，你得救，你是得救的，你是称义的，你是义人。再看下一个经文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因行律法称义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人都是因为信，因信称义。 OK， 我们看下一个经文，好，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，却仍旧是罪人，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？断乎不是。所以我要告诉你哦，这边说你在基督里，你是义人，被称义的，你难道人就是罪人吗？你不是人就是罪人，你是义人。好，讲了那么多，到底称义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称义的意思，当然就是神称你为义。让我举个例子吧，我们参加一个考试，你参加一个考试，大家好，我参加一个考试，这个考试的特点是，你不一定要帮自己作答，你可以帮别人作答，但义人只能够交一张考卷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就发下了考卷，考卷有100题。第一个题目是是非题，你是否100%孝顺父母？我可以跟你讲，我直接打叉，我没有办法100%孝顺父母。到第二题，你是否从来没说过谎？是都要打圈，不是打叉。抱歉，我这辈子说过谎，打叉。然后呢，第三题，你是否随时完全遵守交通规则？是都要打圈，不是打叉，又打叉。OK， 不，我发现，我能够打圈的只有3题、5题。可能我最后如果100题没提到1分，我只能考5分。这个考卷100题，看到最后面下面写一个很恐怖的事实：本考卷未考到满分者，拖出去钉十字架。完了，我死定了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完蛋了，我等一下死定了。这个时候，我隔壁的同学，他叫做耶稣基督，他很有智慧看了我一眼，我也很有智慧看了他一眼。他要造我吗？你放心。不是犯罪，这考卷本来就可以帮别人答，就有点像交报告的考卷。OK， 这个时候耶稣就在他的右上角，那个考卷的右上角写名字的地方写上了红巨蜥。这个时候我懂，我马上懂他的意思。我在右上角名字的地方写耶稣基督。OK， 好，后来就收卷了。你知道这个考卷，这个考试是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考。OK， 所以呢，现在每一个人都所有的考卷都被收去了，后来要发考卷。先问你，耶稣基督考几分？我刚才只有5题会，这个考卷是我红巨蜥写的，只有5题对，所以我考以我的实力，我考了5分。但是右上角的名字是耶稣基督，所以没有考满分的人怎样？钉十字架，耶稣就被钉十字架了。好，换我。现在我右上角写红巨蜥名字的考卷，其实是耶稣基督作答的，他每一题都拿到分数，他得到100分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他称我为义的意思是，我的实力超烂的，他帮我钉十字架，他只考了5分，看起来，而我考了100分，其实不是我的实力，是耶稣基督为我成就，所以从此以后我被称义，称义是就是我成为模范生，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考100分，所以有一天到执行的时候，全部人没有一个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没有让耶稣在他考卷右上角上面写耶稣基督的人，通通都会下地狱。哦，对不起，没有在他右上角让耶稣帮你写考卷的人，他在他的考卷上面没有填你的名字，你就会下地狱，怎么办？所以来接受耶稣吧，就是称义，懂吗？我洪俊熙得到了100分的考卷，所以大家认为啊，这是十大杰出青年。抱歉，不是十大，只有一个人考满分。好，我是一大杰出青年，那这个人太棒了哦，我国居然出了这么棒的人，选他当总统哦，让他做所有的决策，然后呢，把一切的资源给他，他一定会蒙福的，就叫做称义，你懂吗？
你也可以称义。这就是耶稣为你称义，耶稣为你成就了律法要求的一切，你称义，而且是白白的称义。你不太是罪人，你是义人，但是真实的你仍旧有罪性，所以你得到了这个身份之后，你要开始倚靠神的恩典，看他，定睛看他，然后你就越来越像主，越来越能够活出神的样式。让我为你祷告。亲耶稣，我们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。主啊，这个考卷是耶稣替你作答的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是耶稣替我作答的，不是我好我能够得到这一切，是耶稣那么的好为我完成这一切，所以我可以蒙福，而耶稣为我钉十字架，然后我得到这个全新的生命，我决定来荣耀耶稣，我决定活出这个美好的生命。我祝福我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来经历这一切，都知道这一切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，然后我们蒙福，蒙福再蒙福。祝福你把这样的上帝传出去，把这样的耶稣传出去，让大家知道每一个人都可以白白的称义，有一个全新美好的生活。奉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